毫无疑问，肉夹馍是众多西安美食之中名气最大的一个，而比萨饼更是意大利的美食名片。也许人们会说，这两种美味之所以百吃不厌，都是赢在了组合上。那么他们是如何做到一加一大于二的呢？相传早在古代，肉夹馍就已经脍炙人口，它之所以能够横跨许多个世纪经久不衰，绝对是赢在了所有细节的完美组合上。咱们这个和面上有什么讲究没有？用的是咸阳产的高筋粉，烙面发酵七八个小时吧，面才能紧才能酥。对西安的厨师们来说，没个经年累月的手上功夫，可是打不出一个正宗白吉馍的。看得出就非常的熟练呀，大馍都二三十年了，菊花心虎皮白钢丝圈下来再烘烤，就是白吉馍的特点。精亦要求精，不只是面要好，还得用上乘的手艺来做，这样的馍才能外酥内浓，麦香悠长。咱这个好的这个白吉馍吃完了之后，感觉那香味好像一直能延续到你的这个胃里边，那种感觉。对对对，做好了馍，接着就是最惊艳的时刻。其实做肉远比做馍的功夫要久得多，上好的材料在秘制老汤的滋养下，还得用重物压好，慢炖十几个小时，才能化身为肉质软糯泥而不烂的腊汁肉。肉讲究的是肥而不腻，瘦而不柴嘛。这个肉腌完，然后嘴里留的有后香味，啊，对对对，这才是最好的肉。我们经常说一句话叫做入口即化。对对对，咱们那个腊汁肉不仅入口即化，咬那么两口之后，特别润的感觉，顺着嗓子就下去，入口即流的那种感觉。哎，咬到嘴里是满口流油，这个馍能打成这样吧，肉夹到里头这么香，你三天不吃，你想你都没办法。当你细细品味肉夹馍时，就不难发现，这种西安人习以为常的美味，在荤素之间，表里之间，其实饱含着不遗余力的深加工。你别看就这么两样东西，就把这个面的味道、肉的味道、最深层、最极致的味道给挖掘出来。对，要不怎么说是三秦饮食文化的一个代表作？从朴实无华的食材里提炼至高的美味，再将它们珠联璧合，这种追求极致之美的组合之道，就是肉夹馍最令我享受的地方。那么，比萨饼的搭配之道又会是什么呢？在如今五花八门的比萨种类中，有一种诞生于拿波里的比萨饼，被意大利人奉为最经典的美味组合，那就是玛格丽塔。哟，跳舞，哎，要外场面的，哎，克拉斯。You like the margherita pizza? Please put on pola pizza and all that. Margherita, yeah.可以说玛格丽塔就是意大利风味的代名词，而这种比萨的手工薄饼便是它的灵魂。啊，它有要摁的一下子，到时候会膨胀的。厨师说，比萨对面饼的要求可不一般，既不能太厚太松软，也不能太薄太酥脆，否则就会过于突出，就不正宗了。可这句话让我十分在意，过于突出究竟是指的什么呢？我们还得接着观察。看哪，番茄酱、奶酪、罗勒，这些配料还真的是意大利国旗同款色彩。其实它的确是皇家血统，玛格丽塔这个名字就是当时酷爱这款比萨的玛格丽特皇后御赐的。铺好了所有料，比萨就该进炉了。这时厨师又对我说了一遍，烘烤也不能太突出。他嘴里的不能太突出究竟是指什么？和制作工艺有什么关系呢？看来不品尝一下我还真是难以体会。当我细细品味，我似乎终于明白了不能太突出的道理。相比肉夹馍追求极致，意大利人似乎更在乎组合的平衡感。饼不薄不厚是为了强调每一口浓淡适中，不能吃不到馅儿，更不能全是馅儿。90秒烘烤不多不少，更是为了同时满足奶酪刚好融化，番茄不失酸爽，罗勒散发清香。
在组合上讲求食材与味觉的完美平衡，这就是比萨饼为人倾倒的魅力所在。看呐，当拿破里人为一张比萨饼放声歌唱时，你就能明白他们有多热爱这道美食了。甜，自古就是奢侈的味觉，是稀有的高级享受。所以东西方的传统甜品，总是充满了智慧的创造，体现着对美食品味的追求。而在长安众多的甜品之中，传说有一道甜品，在唐代，能令饱尝天下珍馐的王公贵族们痴迷不已。它究竟是什么？又有着什么样的魅力呢？幸运的是，这种神秘的甜品，在今天的西安，并不难遇见。你好，哎，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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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今天那个什么，现场制作，这边师傅正在操作呢。好好好，一会儿看一下这个流程。好的，好的。不出我所料，这门手艺看起来就很有历史。首先，白糖要在水中熬至金黄，然后要准确的在焦糊前的那一刹那。立刻倒出冷却，紧接着等温度降下来，必须马上用尽全力把糖浆揉成一团，上下翻飞着凝成长条，直到闪闪发光，通体乳白。这时候的质地就有几番糖果的感觉。但这还远远没有结束，当加入了面粉不断抻拉之后，神奇的事情就发生了。来看一眼。哦，是这样的，你仔细看起来，这是这一根一根的丝儿，实际上就是无数个细丝组成的。没错，这种神秘又古老的东方甜品，就是龙须酥。李老师品尝一下。哦，谢谢谢谢。这是你们家的龙须酥。这个放口里边入口即化。龙须酥可以说是长安甜品的极致表达，哪怕在机械化十分发达的今天，仍然也只有手工。才能做出如此精致细腻的质感，减肥是吧？减肥。那好，我来一个。你尝一个，看口感是什么样。特别酥哇，一个酥甜香，而且那个就是满有香味啊，非常好。这是功夫活，这个你要糊弄时间，时间给你回报的就是不好吃。中国传统美食中的上乘之作，绝对不是昂贵食材的堆砌，而恰恰相反。是一份迎难而上的工匠精神，一种通过精心雕琢，让最普通的食材也能化为神奇的非凡创造力。而在罗马等着我的，又会是什么样的甜蜜呢？这家名叫庞贝的餐厅，是罗马城里久负盛名的甜品连锁店。这里的甜品琳琅满目，其中最有名的，大家都耳熟能详。那就是提拉米苏。在它起源的故事里，有一位少女用尽了所有的甜蜜，创造了这样的糕点，想要俘获恋人的心。虽然不知道当时是否管用，但起码对我来说，它看上去非常诱人。那么提拉米苏到底藏着什么秘密？这还得从它独特的制作方法说起。这道甜品的口味可以说是层叠而又丰富的。首先要准备好新鲜烘焙的手指饼干，将它们浸泡过咖啡和甜酒之后，酥酥软软地铺满第一层。再将甜奶油和鲜奶酪充分地打匀发泡，厚厚地堆成蛋糕的第二层。我本以为这已经足够了，没想到厨师告诉我，还得用同样的方法再做两层。才是提拉米苏应有的丰富感。最后，在表面撒满可可粉和巧克力碎，放入冰箱冷冻20分钟，让发泡的奶油渐渐产生冰激凌一样的口感，提拉米苏才算加工完成。稍事等待，我人生中亲手制作的第一个提拉米苏就要端上桌了。啊，不好意思。嗯，good good。饼干的酥，奶油芝士的香，
咖啡与酒的醇美，再配上冰激凌的细腻，这样一种几乎融合了所有的甜美享受，真是太让我满足了。难怪这种幸福备至的感受能够牢牢抓住人们的心呢。尝过了提拉米苏，就能明白意大利人在甜品上追求的是融合的美感，他们创造出的是协调饱满的味觉体验，回味悠长。尽管东西方的甜品各有千秋，但他们的品味追求是相通的，反复的精心雕琢都是为了放大美好，成就最高级的口福之选。无酒不成席，自古以来在长安和罗马的餐桌上，这种神奇的液体总能让感觉瞬间升华。可是为什么我们在这粮食酿造的中国白酒中却从来喝不出五谷之味呢？这个问题还得从白酒的工艺说起。于老师，这就是我们蒸馏曲酒的酒胚啊。酒胚，嗯，哟，这里边好丰富，有上一轮的发酵的酒精，还有这一轮的加入的新的高粱稻皮啊。嗯，这里面酒精含量大约在5%，你尝一尝，酸酸的。嗯，又是酸的，酸中带涩，说明这个酒胚发酵比较好。就是酸中带涩。自白酒出现至今，原料始终都是最普通的粮食，甚至还有那些难以下咽的。用这些材料酿酒可是一门手艺。这是装赠是吧？啊，装赠，取酒和蒸粮的过程，前一天的装上，蒸汽从这个锅底面上行，和这个冷的酒胚是相互进行交换，不停的交换交换，让这酒蒸汽上行。于老师，这就是原浆酒出来了。现在的你看，酒花很大，啊、消失的很快，就说明这个酒度高。哦，你说肉眼就能看出来啊，这酒度高，这个现在在70度以上。70度以上啊，听说过70度，没有，从来没接触过70度。酿酒师傅尝了个酒的感觉，可以评出做的好坏。哇，真厉害，厉害，太厉害了。像中国白酒这样的烈酒，制作工序少说十几道。向来就是很复杂的，但就算千辛万苦蒸馏出了酒，这种口味也还差最关键的一步。这里就是我们酒体设计室，白酒的勾兑是酒中的微量成分混合堆加在一起，把你这个酒的一个口感特色要烘托出来。这个还必须得经过人工的品尝，给我一下。刚开始做的时候，每个酒的香气它就是不一样的，感官的质量要求是首先的。它这些酒刚开始勾兑，它的酒的都有缺陷的，因为它要弥补这些缺陷，然后再添加调味酒。白酒毕竟是一个大家喝完有一种舒适性的感觉。俗话说，酒是粮食精，这个精字正是滋味的奥妙所在。中国人眼中的好酒源于自然，但却始终高于自然。所有原料必须经过反复的精炼和精心的调配，才能从五谷之中创造出更高级的味觉享受。我们喝的就是一种脱胎换骨的改造，喝的就是纯粹的深加工啊。说到意大利人的酒文化，其实烈酒并不是他们的长项，最让他们乐此不疲的还是葡萄酒。吃饭喝，聊天喝，三五成群喝，一人独处也要喝，经常是杯不离手。令我好奇的是，当他们喝起葡萄酒，究竟是在品味什么样的滋味？这个秘密就藏在这座专供欧洲王室的罗马酒庄里。得益于亚平宁半岛独特的火山地质，这里的土壤特别适合耕种葡萄。酒庄的主人指着自家的田地幽默地说道，他这里的葡萄格外香甜，也许还得感谢吞没了庞贝的那次火山爆发呢。你看这些葡萄真是诱人呐、啊！据史料记载，起初饮用葡萄汁只是常年出海的水手们获取维生素的办法，可是谁也没有想到，当这些葡萄汁放了很久之后，竟然自己就能变成酒。
正是由于这种特性，直到今天，葡萄酒的制作都不需要任何特殊加工。无论红白葡萄，简单直接的压榨之后储藏起来就好了。酒庄主人告诉我，其实葡萄酒完全是自然发酵的产物。人们常说的干葡萄酒，就是指葡萄之中的糖分在经年累月的储存过程中自然地转化为酒精，甜味逐渐消失，香气愈发浓郁，整个过程浑然天成。这样一口美酒的色香味都是大自然鬼斧神工的杰作。所以能做出好葡萄酒的，一定是质量上乘的葡萄，而非人工的修饰。意大利人在葡萄酒中享受的，正是来自自然的滋味。无论是葡萄酒的自然美，还是白酒的深加工，都是东西方对于美酒相得益彰的表达。而那些如痴如醉的美好体验，都是同样的令人难忘。都说意大利人是出了名的咖啡脑袋，没有咖啡对他们来说似乎就是世界末日。那么在这样一个人均每年要喝掉1179杯咖啡的国度，这咖啡到底该怎么喝呢？为了搞明白这其中的讲究，我来到了拿波里的一家百年咖啡老店。红咖啡，Grazie.Sai che caffè stai prendendo? È il caffè più antico di Napoli. È tra i caffè più antichi d'Italia. Odoralo. Odoralo il caffè. 这味道果然香浓啊！老板告诉我，这就是意大利人最常喝的 espresso 浓缩咖啡。翻译过来就是快速咖啡的意思。而这个快字，就是意大利咖啡最大的特点。首先是制作快。20世纪初，意大利人在原本水煮咖啡的基础上，发明了这种用高温高压的水蒸气来迅速萃取精华的意式浓缩咖啡，做一杯只要不到30秒钟的时间。看来他们在美味面前还真心急呀。我有一个疑问啊，就是我到意大利之后，我发现意大利的人经常是站着喝咖啡。因为在中国的话，我们喝咖啡都要休闲，都要坐起来，而且我发现其他国家的人一般来讲也是坐起来的。那么为什么意大利人要站着喝咖啡？ L'italiano prende molti caffè al giorno, generalmente prende 4-5 caffè. E il caffè italiano è ristretto, c'è una piccola quantità all'interno. Quindi con due sorsi è finito. 没想到他们喝咖啡的过程比做咖啡更快，甚至都不用坐下来。而且这一口下去，我立刻就心跳加速，几秒钟就感觉到了兴奋，真是十分的提神醒脑啊！见效也如此之快的咖啡，我还是头一回体会到。原来对于意大利人来说，咖啡不仅是一种饮料，更是工作间歇给自己的一份犒赏。劳累过后，几分钟的咖啡短歇可以迅速地调整精神状态，因为这股扑鼻的香味和强烈的苦味，无疑可以瞬间唤醒所有的活力。如果说快速享受的浓缩咖啡是当代意大利人快意生活的表达，那么茶对于中国人来说又意味着什么呢？中国人喝茶的历史非常久远，但我们从来都不是为了解渴，而是强调一种育心的精神享受。这里所展示的呢是法门寺地宫所出土的一套唐代的茶具，看起来呢种类繁多，而且跟我们今天喝茶用的这个茶具呢有很大的差距。唐代的茶具如此复杂，他们究竟该如何饮茶呢？我们现在就来用相同的手法品一品千年前的茶香吧。哦，这就是按照唐代的工艺做的茶叶饼。对，这就是按照《陆羽茶经》上记载的唐代的一种蒸青。
它是采来新茶叶以后上笼屉蒸，然后再把它捣碎，然后再把它拍成这种饼。等于就是用的时候就等于我们把它加一块儿，然后搁到那个炭火上把它一烤，它就成酥的了，茶的香气也出来了。相比研磨烘焙咖啡豆即可使用的咖啡粉，糖茶不仅原料制作复杂，准备工作也是一项慢工细活。它是这样子，先把干的这种茶饼呢放到纸上，把它敲碎，然后把它碾碎，然后再筛箩把它筛，筛得很细就成抹茶了。这就是那个茶粉。哦，这是那个碾好，筛过的，筛过的，筛过的茶粉。哦，比我想象的颜色要深，煮这个东西。就是煮这个东西。那跟我们现在是跟现在完全是不一样的。糖茶追求新鲜，所以这些工作都得现场来做，要不说喝茶急不得。那这个煮有什么讲究吗？先煮开，煮开了头一开呢是舀出来一勺，然后给里面加盐，等第二开就下茶粉，再等第三开把刚才那一勺水再倒进去，要点一下，它那个茶就不老了。把它都煮开以后，这个茶就煮好了。为讨这一杯好茶，不知不觉一半晌的功夫了。易老师讲好，好，谢谢谢谢。中国茶文化所追求的慢节奏，不仅是想让人们全身心地浸润茶香茶韵，更强调在饮茶的同时修身养性，品味优雅与从容。喝茶应该慢慢来，因为茶中饱含的精神享受绝不是一饮而尽能体会得到的。我一直认为搭配是一门高深的学问，是美食的文化属性。在罗马的这段日子里，我总在思考意大利美食的搭配之道究竟是什么呢？在这里我接触到了各种最地道的风味，从高档餐厅到家庭厨房，从特色菜到传统菜，这个美食王国让我大开眼界，收获良多。在品味这些菜肴的同时，我深刻地体会到一餐的搭配之道最强调的就是美。比如当我去寻找珍贵的火腿，就发现意大利人喜欢拿火腿薄片配着新鲜的蜜瓜一起吃，用果汁来衬托肉质的鲜美，真是非常非常好吃。这种搭配强调的是味觉之美。又好比去体验上等的奶酪，要配着红酒；品尝特色的咖啡，要配上香料。这种搭配都是在放大美妙的芳香，强调的是嗅觉之美。而当我去皇宫里了解了100多年前的意大利国宴，就能体会到他们认为高档的食物更要讲究造型和色彩，美食还必须美观。这种搭配强调的就是视觉之美。意大利人常说美食总要先给眼睛带来享受，再给鼻子送去舒适，才能给嘴巴创造快乐。虽然意大利人总是给人爱吃如命的印象，但通过这次美食之旅，我体会到了他们的品味和格调。对于一个以美为信仰的民族来说，烹饪食物绝不只是为了满足口腹之欲，而是要通过搭配来创造色香味俱全的体验，让所有的感官都得到美的浸润。他们心目中完美的一餐一定是融合了艺术性的思考与表达，是具有文化享受的。所以这次旅程让我更深刻地体会到意大利美食备受世人推崇的原因正是强调美的搭配之道。固然中餐也十分讲究美的享受，但是我们中国人世代传承的搭配之道却拥有一个更加深层次的追求，它又是什么呢？这里是西安的小东门，也是唐代的永兴坊所在地，这的长安美食历史非常的悠久。开放繁荣的汉唐时期，
应该说是中国传统饮食理念与空前丰富的食品种类之间的一次大融合。由于大量新食材的出现，我们的菜肴逐渐变得包罗万象。但是无论用什么材料，中餐都始终贯彻着以健康为先导的搭配之道。比如上火这个词，我们天天听，就好比这道菜吃多了容易上火，那道菜不容易上火。而这种逻辑体现的就是典型的中国饮食搭配的理念，讲求阴阳调和，以食养生。中医将食物按功效分为热、温、平、凉、寒五大类，同时又认为人体在不同季节气候所需的食物不同，所以吃什么、怎么吃，这样的搭配问题就变得尤为重要。自古长安人餐桌上的肉夹馍、臊子面，就是把热性的肉、凉性的菜、平性的面搭配起来，曲中调和，适应四季三餐。还有凉皮凉粉搭配爽口的蔬菜，是夏季消暑的佳品。酸汤水饺、羊肉泡馍，滋补暖胃，更适宜冬季享用。哪怕是在鸡鸭鱼肉应有尽有的宴席上，食材也绝不会孤立存在，而是要和相应的配菜一起烹饪。这既能让口味更加丰盈，又让冷热荤素之间相互补充、相互平衡。这样的例子在我这次探寻之中不胜枚举，可以说正是这种强调健康的搭配之道塑造了中国人的餐桌。无论是西方崇尚以美为本的意识搭配，还是东方强调以食养生的中式搭配，都是意义相通的和合之道，而这更是传承着勤劳与智慧的文明果实。